那肯定是诺人的呀。嗯，这个不兴邪，我不上。第一把魁对你是 MVP 啊，吉。为什么一个能拿 MVP 的不选，后来往个上保表现不是很好的凯能？哎，我被舔了，妖精一闪，哦，一闪到，电桌，小闪现，我的天，啊，就是这个 Rookie 一闪是就帮夏卢拿优势啊，自己闪现就不要了，嗯，这肯定是杀不死嘛。抬到了，抬到两个，这个在开疾跑，在跑，定哥 ，Mark 这里有点危险，定。好像可以杀呀，走不了了。给 DC 吗？给 DC 人头，让个人头，让个人头。啊！点燃烫死了。对，点燃烫死了，可惜。可惜，但没办法，杀了就好。这样子被抓，主要是第一时间被弹了两个。嗯。等妖姬来，这四打二呀。四月二是有机会的。没踢的，在塔下。怎么说？胡子先说塔姆有吃，好像可以杀呀。哇，这个拉扯的还行，但是。好像要倒了，再遇一次吗 ？PP 哥 ，PP 哥在跑 ，PP 哥能跑。我这个线没吃到好亏啊，好像不好抓，石头没到，猴子也没到，我搭的马上好，我搭的快好了。鸡哥这个位置，阿 K 也在后面，哎，小奶踢了呀，这个位置怎么说？三打三了，小天来了，等两边中单都来了，锁他，锁了之后呢，一小天被秒了，小天不知道狐狸踢了呀，小天不知道狐狸的位置啊，但是也不知道 Rookie 在这儿。不挑战能秒阿 K 吗？哦，哎，但是要死了，回来了，死了，死了。Rookie 刚好回来了，练住了 ，Rookie 的 W 也办好了，他能跑。我操，阿 K 吓到，我觉得吓到阿 K 了，刚刚那个位置，嗯 ，Q 上去，而且哎，怎么有个妖姬？他被练到了，那时刻应该已经死了。要一闪吗？不会吧？哦，我以为他一闪的，啊，一闪到有机会了。我觉得一闪的 Rookie 回去到好像死了，希洛太克那个凯南了。景天一直在追，哇，这想大换大吗？这个伤害，哇，单杀，他这装备都单杀了呀！景天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先锋怎么说？石头人没到，那 PPR 这个血量太惨了呀！哎，山鸡这个绕货，山鸡绕货，鸡哥，电，几个也没电的太好，爆炸了 ，OMG， 没电好啊，电的不是很好，炸，一波全塔，哇，退了上塔，退了中一塔，还有个中二塔呀，这个中二塔感觉怎么二塔也要没了，要推掉了，而且高地还有机会撞，我的天，高地还要撞，高地塔好像也没了，一个先锋能装三个塔，中路高地也没了，一波了。哎，如果这个哇，进了，阿 K 回不来了。阿 K 这边没闪现的呀。回不来了。直接飞到冰岛去了。我飞，我知道差一点，他们这应该不会打到底，因为上把大龙被抢了，他们想开团。对。他们肯定要开，不敢拼城。要拼城吗？想拼城的样子啊。嗯，不能拼城吧？先杀人对啊，杀谁杀人啊这个？今天这里四血拉开。A 宝一身轮子，这个、哎 ，AD 死了，凯南点两个，谁都被秒了。A 宝拉闪现拉开距离 ，Rookie 闪现杀的人，但是 Rookie 没位移了，杀 Rookie。我操 ，Rookie 在走位 ，Rookie 还在上这什么走位？还在走位，我操，凯南 Rookie 还在操作，全躲了，谁都被秒了，我们秒都没看这是。龙坑有眼看到，小奶油这边回家把状态踢过来，小奶油踢过来。打龙速度不快啊，8000，但是主要是过不去，一个踢上面，一个踢左边，凯南踢上面想绕路，2000，哇，啊又抢到了，杰克这边很危险，杰克被没货了，七个，凯南进场，啊，怎么说 ？Able 满血的，电麻了，全电了，闪现应该还是走不了吗？没想着去追了，中路没线权就去上呗，中路没线权怎么不去上啊？没事，哎，中路没线圈去上不上路高地推了呀？要赢了，要很快赢的意思。
他们没必要着急，经济已经追回来，他们是领先的。现在我觉得滔博急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前排也没那么敢开团。但这里山鸡有闪现，山鸡不能开呀，山鸡不能着急，真的他们有吃、这个、小天把蓝给守住了，阿 Q 又开了，开了 JK 了，宝贝被吃了。但是晴天这个位置好像也不是很好、啊、晴天这个位置自己有点危险。山鸡有小花，胡子被秒了，晴天电死了，晴天没闪没大了，晴天要死。山鸡有闪有电，山鸡要灭他们，山鸡有闪有电，山鸡皮卡丘，皮卡丘电三个，狐狸拿下了一个三杀，外部的团漂亮。 OMG， 我们是冠军。哦，是冠军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赢了 BO3， 赢了 BO3 啊。我跟你这团战真的是有点问题，为什么？所以你为什么接那种？我觉得 TOP 有点急，特别厉害， TOP 真的急，措施好急。对，也是 ，OMG 是那种找就别人失误的情况下，别人给的机会，他会很会抓住。对，其实 OMG 最怕的就是对面不急。对，他们不急，他们就跟他们拉运营。对，他们最讨厌运营的队伍。OMG 最怕的就是对面真的不急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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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两波团直接翻盘，拖下去。其实滔博，我可以跟他们握手吗？我先看一下握手。看完了。看着别人握手。你是懂交际的。握手握手握手。